皇帝。冤枉啊，冤枉！大明皇帝昏庸无道，杀我妻儿，毁我家业，暴君，暴君啊！哎呀，不行，我得赶紧离开这个鬼地方。有人来劫狱了是吗？哎，兄弟兄弟，快救我救我！不是，这什么狗血剧情？啊！我不是死了吗？小叶，小叶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小叶，小叔。必须破了案才能离开这个世界。什么？小主，我穿越者带着月牙。哎，小姨，你去哪儿？月牙玉佩。难道是他？还在牢里。